大家人讲爱相信姻缘果报啊！啊，那那是不信因果，那就做地狱因咯，苦乐都在一念间呐，业力果报现前时哦，轻刻万数啊，甘地狱报啊！所以啊，地狱啊，离这个人间无偌远啊！个人呢，做什么款的业啊？唔通讲这世人啊，看未到地狱在多位呢？业报那是现前啊，其实呢，地狱啊，就在人间啊，唔是看未到。先来跟大家人分享阿弥的一段故事，那就是在莲池大师解释文的里面有这段的故事，那就是在大梁啊劫色波下关那个中间有一户的人家，这户的人家呢是真正富有啊，是一个大户人家，但是先生呢，早年啊，就开始受信天行礼佛，信仰三宝，皈依佛门，所以这位先生真正的乐善好施啊。不过，伊的太太呀、啊。就是真不满伊个先生呢，皈依的佛门人，阁是素食，阁是呢，一定呢爱布施啊。所以这位太太，伊每一天啊，都是爱食生灵，真贪食美味好个物件。有一回是伊个生日，伊甲伊个老伯啊，厨房。的人啊，拢总该叫来讲啊！我这回的大生日啊，爱好好请人客，你爱去甲我铺排，太低多样，那价啊，迄都拢免阁讲咯吼，当然是无计数啦。这些物件，大家人都赶紧去采购啊！拢总买来呢，就伫厨房的外面。哦，这叫声真多，真正的杂啊！一心灵的叫声，先生呢听到这种哀叫的声音嘛，就来甲伊的太太讲：“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做生日啊，虽然是……”会当头真大的庆祝啊！不过呢，那通讲哦，用遐尼正多的生灵来牺牲呢，这生灵啊，为着你一个生日啦、啊，就爱牺牲遐尼大，你敢会当多发一个慈悲心啦、啊，多种一挂福缘来受福业啦、啊？先生安尼讲，太太呢，无要和先生讲到完啦。太太就讲啊，哦，你安尼讲啊，这实在呢，太过于荒谬啦吼，想过头过头去啦。这些众生来到人间啊，都是要和人抬，都是要和人吃嘛。你唔去甲抬，唔去甲伊吃，几十年后。这个世界敢不是变成了呢？一个禽兽的世界呢？哦，这些道理你拢唔免甲我讲啦。我呢，绝对无要改变我的主意。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无法度管你，你唔免来管我。就是呢，安尼恶口利言呐，对伊的先生，先生呢，感觉无奈啦。海滩呢，离开迄个所在，迄暗啊开始呢，伫咧困的时，天要光的以前，太太忽然间啊，
好亲像伊个灵魂呢，已经脱离伊个身体啦，家己呢，好亲像行到迄个厨房去啊，哦，看到呢，厨师啊，拢已经一挂啦。哎，不管是炉还是壁呀、啊，都拢已经呢，透早都开始伫咧准备咯。哦，看到遐心灵啊，底下伫咧哀叫，也嘛，搁再看到迄个厨师啊，拿着刀呢，开始备枪案啊，大家人拢已经准备起来，去甲迄只猪呀。安尼扛来吼，扛伫迄个医疗，安尼摆摆着吼，这猪呢四脚捆绑着呢，迄种呢哀叫啊的声音呢，非常的凄厉啊，好亲像伊的灵魂呢，走对伫这只猪的身躯入去哦，迄当阵，好亲像伊家己嘛伫啊真滚灵啊，伫咧叫啊，叫摇啊。是呢，看到迄个毒夫啊，厨房的毒夫啊，都渐渐啊压来呢，安尼一直逼近了伊的身躯边来，迄种的挣扎，迄种的哀嚎呢，大声直直叫，但是呢，这个毒啊，还是对伊难熬，安尼毒落去啊，迄种的疼。迄种的哀叫啊，哦，无法度通去形容，肺啊，安尼伫咧流啊，气也袂断啊，滚滚的鼎水啊，开始都甲淋落去啊，去解入门啊，好，迄当阵的痛，唔是人间啊，任何会痛苦会当来。形容非常非常的苦痛，那像安尼，亲像千刀万剐啦，啊，对难熬入去，对身躯呢，遍体鳞伤啊。接落来呢，迄、那个好亲像呢，非常痛苦啦，迄、那个灵魂飘飘啊，非常的痛苦。我看到呢，接落来。就是羊咯，羊啊，嘛是伫啊伫咧滚灵挣扎，伫迄个中间，伊家己的心魂啊，好亲像佮投入伫一只羊的面顶咧，开始啦，又是赶快啊，多入啊，多出啊，迄种呢苦痛啊，已经呢是无法度好去形容啦。过落来呢，开始呀、啊，就是鸡啊啊，哇，尖叫的声音嘛、啊，好亲像一音呢，伊拢是附伫在鸡啊的身躯里，伊的灵魂呐、啊，一音呢经历了这呢这多的生命，不管是多的地啊，或者是呢血光的地啊啊，或者是呢。滚水烧烫的地啊，或者是呢，在迄个鼎底伫咧滚啊，一地啊，落油鼎蒸油汤啦，这呢，拢一一经过迄种的苦痛啊，拢总呢开始经历过啦。那在这个中间，忽然间啊，有一位呢，伊个老仆人呐、啊。真欢喜吼，摕到呢一只活生生的鲤鱼呀！这尾鱼啊，安尼呢，活活已经放入来到厨房里啦。这个中间呢，也鲁比呀，嘛是伫灶脚，一看到讲哇，真好呢！你去倒位摕这尾这呢大尾这呢肥呀，可是活挺挺，真好啊！那夫人呢，上爱食迄、那个。鱼丸哦，赶紧呢来抬呀、啊！开始伫咧抬呢，活活的是，一直呢该烤迄个卵呐、啊，鱼的卵活活直直该烤啊！
伊的灵魂还是附在迄只鲤鱼呢，辛苦啊！迄当阵伊伫遐，一直伫咧喊叫啊，叫我、啊，叫我、啊，确实呢，看到每一个人呢，拢亲像呢，伫咧做喜事啊，迄种诶喜气洋洋啊，好、哦，这种诶经历啦。真正是求求无门啊！伫咧真哀叫啦，真痛苦啊！哀叫迄当阵，家己精神起来啊，精神起来了后呢，规个身躯啊，啊，搁亲像呢，伫咧火刀堵啊，伫咧火火烧啊，伫咧火油烫啊，实在是身心痛苦难堪啊！看到也会。比如啊，穿一把灰色手面顶顶，甲这个太太讲哦，伊讲夫人啊，赶紧紧起来哦，起来洗手面啦、啊，啊，赶紧呢，有你真爱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鱼丸呐、啊，已经呢拢煮好啊，再去炖呢，有鱼丸呐、啊，伊安尼听一个呢。非常的慌恐，甲伊讲你赶紧拢总捧出去，赶紧拢捧出去啊！我苦不堪言呐。那这罗比啊，嘛想到真奇怪，平时这么爱吃鱼丸，讲到的是应该是真欢喜，透早都有通吃，为什么呢？就甲伊的先生讲啊，夫人。好亲像病龙先生来的时候，看到伊安尼吼，迄、那个神不附体啦，迄种的哀嚎痛苦啊，赶紧去给他安抚啊，是安怎啦？伊呢就一一啊，从梦中呢，才会代志讲给先生听。先生讲你是梦啦、啊，不是梦，我是真正的。经历了地狱的苦痛，所以我今嘛知影地狱的苦痛难堪难忍嘛。我今嘛想要家己来去信佛啦，我要忏悔，忏悔我过去所做的一切。我相信有地狱，有因果，我惊，我恐惧，足痛苦的啦。从安尼开始。伊要受洗啦，伊要皈依啦。虽然是文章写到这，但是呢，这是伫清朝的时代吼、哦，是不是皈依了后，受洗了后，伊呢就会当免地狱苦呢？是不是呢？这段的经历了后呢，在他的精神那、啊、种的折磨呢，是不是可以消毒呢？啊，不知啦，总共一句，地狱啊，到底离人间多远呢？应该是无多远哦，因为呢，这种的这不信因果做地狱因啊，那种的苦乐在那个一念之间呐、啊，你是要做好，或者是要做好呢？做好当然就是得到快乐的报，那是作恶呢，当然都是受苦难折磨，身心的痛苦啊，这本来就是因果嘛，所以业力呐现前呐、啊，哦。果报现前的事，真正是顷刻之间哦，一短的时间哦，伊会当经历遐尼真多呢，地狱的苦报，真正是吼、哦、罪啦、罪孽啦，咱那是敢做啦，报应呢都无偌远啊，所以咱来好好相信因果。咱今嘛呢，我看下面这段文讲哦。罪业因缘不相妨碍啊，上好贴下，下好贴上啊，东西南北，方贴交过。
果吼，如鱼在熬啊，自高改进啊，处中最苦，亦何如是？因为咱昨有讲过去，地界的形态啊，迄、那个周匝啊，有七重天城、七重天网啊，抑阁有七重的刀。为人嘛吼，那这种呢，真多的名讳拢伫迄个四方八达呢，安尼集化来看呢，穷空啊，八万四千有损呐，这多人落迄个地界去呢，一人一万呐、啊，实在是多人一万哦，多假呢，这位太太。地界的报应，你看同一个地界在那个形态里，就是一一个人这样呢不断经历啊。你看多年才看多年才大的地界，一个人也满满的受到经历这么多的罪业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罪业因缘啊，哪怕是更加多人在内底呢，也感觉讲哦，家己所受的报应已经无法度呢去顾及到，也阁有另外的人。所以讲起来，不相妨碍。地界不管偌大，不管偌侪人，你受你的罪，我受我的罪，彼此之间不相妨碍啊！地界的形象，上好贴下，下好贴上，面顶有火，下面有火啊！这种的东西南北啊，通贴交过吼，不管是面顶，不管是四方八达，这个火的地界啊，就是安尼四方八达。那人呐，在迄个内底啊。周围拢总是火啊，都可比亲像讲，迄、那个鱼在迄个熬，就是讲在迄个鼎的面顶啊，迄、那个火啊，不管是用烘的、用煎的，周围拢是火，面顶嘛是火，下面嘛是火，迄种呢，鱼安尼在迄个熬中啊。自高改进啊！吼，内底的油啊、浓妆呢，安尼被逼逼出来啦！吼，所以自高改进，咱啊看，伫咧煎油啊，不管是虾米款的性能啊，你呢，大大的鼎个下落去呢，哇哇个煎啊，迄、那个油都滴滴出来啦！所以呢，自高改。真啊，所以处中最苦，亦何如是？地狱的苦呢，就是安尼啊。这拢总是业力因缘，所以呢，不管是虾米人伫咧受罪，虾米人呢都无妨碍着虾米人哦。个人受个人的罪报嘛，所以这个地狱啊。啊！呢，火烧红的地界上下交贴啊，好、哦，真正是苦不堪哦。人呐，在迄个内底呢，真正是苦不堪嘛、啊。这个地界中啊，搁在有鸡城四门啊，有四大洞窟，鸡心穷空数千有损啊，眼尿红中眼。如这点呐、啊，福有无量铁锤珠鸟，粉叶飞天啊，淡醉人肉，可怕无啊？地界就是安尼啦，你看这个火啊，四方八达上下交贴啦，醉人伫迄个所在，已经是烧甲暖暖暖咯吼，尤其是呢。预防到这罪人会走出去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城有四个门吼，那有四大东狗底下伫咧过啊，搁在呢，鸡心穷空，这个狗呢，迄、那个心真大，这东狗呢，迄、那个牙啊，甲这个金甲
拢真长哦。啊，侪人那伫要倒劈的时呢，伊啊，迄、那个牙长啊，长体的尖角。去给绕回来哦，你想侪人伫迄个所在呢，伫咧挣扎，想要躲啦，也躲无落去哦。啊，尤其是呢，伊个目睭啦，好亲像呢，真强的这个电光共款呐，甲你吓吼、哦，这呢就是躲啊躲无落，也个有哦。无量铁锤煮鸟，迄、那个鸟啊是铁的锤哦，鸟啊的铁锤是真尖的。那、啊、你伫迄个所在呢？伫咧挣扎的时阵，规身躯已经溃烂啦。那么鸟啊就奋翼飞腾，开始呢，都开始飞起来了，癫神呢。开始飞起来，你做人的受这个火的地甲啊，全身溃烂了后呢，伊就伫迄个所在独身吼，那食吧，看这种的地甲可怕无可怕呢吼？那那人间呐、啊，是不是有亲像阿尼呢？有人看人伫咧食鱼，或者是食肉，唔是用鼎煮的尔呢？伊呢用烘的哦，安尼呢，啊插着呢，啊在迄个火炉的内底啊，啊好周围的火安尼来烘啊，烘了后呢，油在啊直直滴啊，然后呢，就安尼一块一块来给拆实咯。你想这？地甲差偌济呢？只是讲哦，遐个动物啊，伫咧受这种呢人间地甲的辛苦，伊呢哀叫无门，所以咱最好啦，来好好起一念的好心啊，尊重生命啊，咱会当放心，咱会当好心，咱会当呢不去杀生啦，安尼呢，咱是不是心？真安呢，所以各位啊，学佛啊，咱爱相信因果。咱若无相信因果啦，等到呢业上现前的时阵，那顷刻之间啊，万生万死啊，甘地狱的报应，那就苦不堪言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